是你哪里弄这么多钱呢？这段时间闲，打工赚了一点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把我们家什么东西卖了，放了这么多钱呢。怎么可能呢？那你还在这里干嘛？还不赶紧回家吃饭？我就。雨霞，我刚刚在路上碰到小咪，她说她买了一个假手镯。啊，还有这种事啊？那怎么办呢？谁知道呢？不知道谁买的，不过买的那个人肯定有遭殃了。不可能啊，菲菲买。啊，公公，你刚刚说菲怎么了？没意思嘛。你个老头子，你就别装了，你赶紧去把儿媳妇的手镯给收回来，不然你就跟那个手镯永远别回来了。我去。雨霞，今天是你跟菲菲的结婚纪念日，婆婆没有什么送给你的，这个平安锁啊，你拿着。婆婆，这怎么能行？我不要。哎呀，给你就拿着嘛，不然婆婆就生气了。你快戴上，快。